整个比赛过程当中我也一直在调整自己的心态，也是非常的紧张嘛，所以其实整个打下来自己内心也是挺自己感觉是挺艰难的。说今天的成绩总的来说也正常吧，因为自己确实这段时间总的一个训练状态也基本上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平时生活中交友中大大咧咧就比较开朗一些，但是对于训练对于学习我还是会很认真的对待。